咱即摆正楼下吼，咱坐公车甲船啊，免钱对不对？即摆啦吼，拢知影吼。啊，咱即摆拢结婚，一直咧去啊，轻轨啊，成员啦吼。啊，所以后盖啊，轻轨甲捷运咱本来拢挂票嘛吼。啊，咱今嘛今年伫正楼下会甲大家阻止1200块啦，哦，今年吼。啊，所以后盖坐，包括讲咱的这个捷运轻轨吼。啊，后盖嘛，拢会当甲你过扣点，就是讲你后盖就免付钱啦，吼。啊，1200今年加多互你坐咯，会当啊，这个坐较满。啊，计程车哦，啊，后盖买咱坐特约计程车，吼。啊，一盖甲你优待50块啦，哦，你著坐起，哦，即摆票票就先甲你扣50块起，你著免还。啊，同款，你这个博爱卡吼，用准一个月是100块，啊，一个月100块。啊，咱即摆咱一个月就加到900块哦，所以咱有一寡身障的朋友吼，啊咧啊坐车吼，啊也是特约计程车，即摆即拢有负担。今年咱开始就是1200块一年吼，就是咱后盖即咱1200块你坐，实在你坐啦吼，啊坐较免钱吼，啊扣掉即个50块吼，即个计程车就扣50块吼，啊尽量坐。哦，啊坐不了，你坐不了就不是坐椅的，我就甲你收回来。哦，所以你尽量坐，我是鼓励你尽量坐。啊，坐到谈的无坐，你家己了，迄个我讲。另外就是讲，甲大家报告吼，迄咱头拄仔你讲迄代志吼，因代志下讲，咱来甲接。迄电脑迄个设备，明年3月，咱买咱去一车去，这个基本税务做个免钱。